To deliver the prize to our winner. So please give a round of applause to Mr. Albert Chuck, Head of Marketing from Central ICT. 我们又跟随着礼仪组的同伴们，请准备一下哦。好，那一开始呢，我们要颁发的是优秀队伍。 那请我们所有的参赛队伍们准备一下哦，我们现在进行的是颁奖仪式。首先，让我们来请出第一支获得优秀队伍的团队。我们掌声有请吉隆坡异性龙狮体育会。我们有请我们的代表前来领取。
接下来，让我们恭喜雪州安邦精英龙狮体育会。 Santa Cruz City의 Menjemput Kinting Dragon and Lion Dance Sports Association. 请派位代表前来领取800元的奖金。再次的掌声送给吉隆坡群艺体育会。 就是我们的季军得主，让我们来恭喜获得季军的团队，掌声有请吉隆坡假动洪德龙狮团。 Tiga dan mendapatkan 3 ribu ringgit trofi satu dan juga
mendapatkan satu piala bangsa. Satu piala bangsa.现在在大家眼前的呢，就是我们的季军得主。那季军得主呢，将会获得3000令吉的奖金、奖杯一座，以及队友们都会各自获得一面奖牌的。 吉隆坡假动红的龙狮团呢，获得的分数是9.07分。中国不跟台湾安达 ，maka yang didapatkan oleh Kembung Hongdek Lion and Dragon Dance adalah sebanyak 9.07. <音>再次的恭喜吉隆坡假动红的龙狮团的团员们，紧接着我们要颁发的就是亚军，还有冠军得主的，考验考验大家，目前还有哪两支队伍还没被公布上场的？还有哪两支队伍还没被公布上场的？团员们，还有哪两支队伍还没被公布上场的？有吗？ 大家已经开始在后面很开心的在庆祝着了哈，那我马上就来宣布我们的亚军得主了。各位，第一届上泰商场全国高中狮王争霸赛的亚军得主，就是获得9.08分的。 雪中斑马林钢板东屋群乐运动协会，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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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那也就是说呢，剩下那一组，还没宣布名字的那一场队，就是我们本届的冠军得主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来进行的是颁发5000令吉的奖金、奖杯以及奖牌给我们亚军得主的。 也就是雪州巴拿林甘榜东姑群乐运动协会。再次恭喜所有的团员们，恭喜你们！这里。 喊到了，要再过一点。OK，来准备啊，喊吗？行的。啊，喊了。OK，来准备，1、2、3 ，Go！ 全力！来，看这边，1、2、3，4、5。你哋摆晒 pose， 一交咗1尺命，我哋就打噶啦。 接着，各位响起全场最热烈的掌声！我们要请出的是第一届上泰商场全国高中狮王争霸赛的冠军团队，恭喜雪州狮来腰红德龙狮体育会！
我们的亚军得主，也就是雪松半岛东部群乐运动协会以及季军团队吉隆坡甲洞红的龙狮团，一起来拍大合照。 再次的掌声送给我们在大家面前的三强人马。那我们也请银色奥芬呢一起来拍张合照，跟我们的三强就是冠亚季军得主一起来拍张合照。 来看这里呀 ，OK 来，一二三，一二三 ，A B D U。 宣布2023年第一届上泰商场全国高中狮王争霸赛圆满结束！再次恭喜所有的参赛队伍，恭喜你们，也再次的谢谢现场所有的来宾朋友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支持，也谢谢我们的 Mr. Albert， 谢谢您。 都不敢出声。哎，贝贝，要这个。那零食可以的，他不要踩在上面哦，不好意思。OK，可以。 今天的成绩，我们还可以进步，我们还需要努力。哎呦，所以你们会看，哎呦，哈哈哈哈哈，会看。
今天的比赛是比较完美，没有失误，零失误，所以我们在今天的比赛得到这个冠军。所以你们在这个筹备比赛活动当中大概用了多久的时间？其实我们的队伍呢，一直以来都是有在练习的，因为在这段时间前，我们过年嘛，今年的过年因为过了 MCO， 我们收到的接单是蛮多的，都没什么停过。完成了过年的舞狮，我们就开始练习。 到比赛前的一个星期都天天都在练习，没有停过。没有，所以这个全部都练好了。这个台上一分钟台下，你可以把它在简介再讲一下。就直接讲就可以了。对，就说你可以直接讲，对整个活动做，再问你哪个？对，你简单一点。所以你在整个感想来讲的话，你想跟公司讲总结一下，在你是不是比赛？ 就讲那个台上，对，就是说可能你可以加，然后一些比如说一些精神上的东西，比如说舞狮的精神啊，一些包括你在练习的时候啊，那种团队精神啊，包括一些台上跳舞讲的那几个点的方面，就是简单的就好，你的经验，因为你在这主要国家主，你是用你的心里话想讲的，对吧？ 这个是全马来西亚的华人会听的，会看的。因为他是用讲的，可能都讲完了。就是因为我们讲，一些一些建筑，把它讲起来，就跟我说我们的整个团队的那个精神，那个仪式的那个精神，然后我们在讲，就是在微观，在关心一下，尽量去走进那个存在，其实让你的感染到更多的人。在家属车，直接就是。 你再说很久的话，可能腻在心中很久了。跟这个有类似一样的，可能你驾驭这种感受。来，一二，再来。看见吗？两张，两张，两张。 三，两个三，三，一二三，一二，再来一二，好，关来关来。 来用，宝贝听见，宝贝听见，大家听见啊？八万，八万。
然后，再打着你了，打你，你这个快。